诸位同修大家好，今年呢是我们新年的开始，能够在澳洲这个地方聚会，与大家谈谈佛法，我感到非常的欢喜。因缘实在是无比的殊胜。那么这次的讲题，我们选的认识佛教。这个讲题是早年旧金山有一个妈祖庙，是我们台湾的，分到啊美国去的。妈祖庙请我讲演，我就想到了这个题目，同时也就写出这么一个大纲。但是那个时候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不能够详细介绍。以后92年我在迈阿密访问，当时在美国的东岸，我在每一个城市为大家介绍《地藏经》大意。那么到达迈阿密之后，就曾宪伟居士啊，以后他也出家了。他的英语很好，翻译能力很强。那么当时也有一些外国人呢来听，我看到。现场那个状况啊，就把讲题啊改过来了，这个地藏菩萨了就没有介绍了，就介绍这个认识佛教。我记得在迈阿密的听众，比我们现在的现场啊，少了一半。至少少一半，但是那一个星期的讲演影响非常之大，这个录音带以后从录音带写成的书本，我想诸位都看到过，流遍到全世界，那么印的数量也非常之多。这一次我在新加坡弘法，新加坡的同修最近呢要把这些音带做成光碟，便于保存。那么大家来告诉我，他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非常重要，可惜没有录影啊！如果能够做成录影的光碟呢，那就最理想了。所以这一次我们有缘到此地，就满他们的愿望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好好的录影，录一套袋子，那么将来普遍的。能够流通。这是把这个因缘简单的为诸位说出来。学佛现在我们在许许多多地方地区国家了
看到学佛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佛法究竟是什么？真正能够说得明白、搞清楚的人啊，实在不多。因此，这个题目的确就非常重要了。在中国早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好像是民国十二年，当时有一位欧阳靖吾先生，我想对中国佛教、近代佛教，了解多一点的都知道欧阳大师。那么他曾经在第四中山大学做过一次讲演，他的题目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这一次的讲演确实震撼了整个中国的佛教界，因为大家普遍的都把佛教看作是宗教。为什么佛教不是宗教呢？学术界里面，特别是日本的学术界，把佛法看作哲学，欧阳大师说佛教也不是哲学。但是究竟是什么他没说，他只说而为今世所必须，现代人必须要学习的。那么这次讲演由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这个在民国初年呢都很出名的，记录流通。我在1977年在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这一篇讲演稿，这篇讲词以后我带到台湾翻印呢，也流通了不少。我们读了这个小册子之后，觉得他的观点呢非常正确。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佛教是教育，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众生确确实实的是至善圆满的教育。从哪些地方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呢？首先我们在佛教里面称呼方面呢就能够发现，你看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师是老师，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那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个教学的创始人，他是创始的一位老师。而我们自称为弟子，弟子是学生啊，所以从称呼上来看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我们跟佛是师生关系啊。
宗教里面没有这个称呼的。啊，宗教里面有主仆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啊，神与人的关系。那么像这一类的关系，在佛门里面没有。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他的历史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不要耽误时间，史传里面都可以能够看得到的。他出生在北印度现在的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面。那么他生在中国周昭王26年驾隐。那么佛灭度是在周穆王5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但是佛的年代中国跟外国记载相差很大，照这个记载，那佛灭度之后到今年呢，应该是3021年。可是外国人的记载啊，今年还是2500多年呢，这相差几乎有600年。那么这种事情，不但是佛陀，凡是古人这个生卒年代的考据几乎都有很多种的说法，到底哪一个说法正确呢？这很难断定啊，也可以说是没有法子去断定的。这些呢实在讲也并不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不从事于考古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要了解佛的教义啊，释迦牟尼佛确实有这个人啊，当年讲经说法也确实留下这么多的经典。这个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来是后汉永明10年，公元67年，这是正式接受中国朝廷啊，也就是中国的帝王啊派特使迎亲到中国来的。那么非正式的历史上啊也有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已经啊有这个佛的讯息传到中国了啊，但是我们从历史上来说呢，还是以国家正式礼聘啊作为记录。那么佛法啊，这个佛教啊，我们以这个纲领来说啊，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佛陀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他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那么为什么当年翻译不把它翻成智觉啊，翻成智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名词也就很清楚了啊，不至于迷惑了啊。为什么不这么翻？这是过去在翻译经典体例上有5种不翻啊，叫五不翻。那么这是属于五不翻之一，这一条是属于含多义不翻。
这个名词里面含的意思很多，在中国字汇里面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字来翻译，所以就用音译，然后再加以解释。佛陀这个字里面所说的智，跟我们普通概念里面的智慧不一样，因此必须要加以解释。他的智慧要是笼统的来说，就是对于宇宙人生过去未来这一切法，他都能够明了，而且正确的明了，圆满究竟的明了，那样的智慧才称之为佛陀。那么我们听了这种说法，在乍听之下真的是很难接受啊，这有一点像宗教里面的称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啊，人哪有可能的事情呢？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本人在内，确确实实都有这个智慧，都有这个能力，因此佛法对于所有一切众生它是平等的看法啊，本来平等啊，佛不比我们高一截，我们也不比佛差到哪里去了，平等的。虽然平等，可是我们今天的智慧能力确确实实有不相同啊，在这个社会上有聪明的人，也有愚痴的人，有能力很强的人，有能力很薄弱的人。这种现象怎么产生的呢？啊，佛告诉我，这是因为你迷失了你的本能啊，你本来有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你迷了，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只是迷了而已啊。如果能够破除迷惑，你的能力就越恢复了。所以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教导我们把迷惑颠倒去掉，恢复我们本能而已啊。所以说佛度众生，这大乘经上常讲啊，佛哪里度众生呢？佛没度众生呢，众生是怎么成佛的？是你自己成佛的，佛只是在当中啊帮助你啊，这个帮助只是把你怎么迷了，把这些事实真相给你说出来，说了之后你就觉悟了，然后你把你的那个迷惑放下，那你就成佛了。那么从这里看，佛法的的确确是师道啊，老师只能够教导我们，学生的成就毕竟是他自己发奋努力才成就的啊，在这方面老师帮不上忙，老师能够帮助的只是把这些理论说清楚，他自己修学正果的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而已啊。所以佛法里头没有迷信啊，这是我们首先要把它认识清楚的。
要把这个观念呢纠正过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师道。我们对佛的看待要看成老师。今天我们进道场，我们供佛像，不是把佛当作神明来看待，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那是宗教。所以今天我们讲佛教是宗教，实在讲也不能否认。为什么呢？佛教确确实实变成宗教了，这是很不幸的。你看学佛的人有多少，几个人不是把佛菩萨当作神来看待，当作神来供养，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错得太离谱了。明白的人，我们供养佛的形象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纪念的意思。这么好的教育，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能够接受，太幸运了啊！这个开经记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那么我们对老师感恩戴德，纪念他，就像我们中国人供养祖先牌位一样，这个是叫报本反师，我们有这样厚的这个恩情在里面。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想想释迦牟尼佛那也是个平常人啊，他能够觉悟，他能够成就，我为什么不觉悟？我为什么不成就？所以这尊像摆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是这个意思，绝非迷信的，不是把它当神明来看待的。那么佛教里面这个佛菩萨形象还真多了，所以有些人认为啊，佛教不但是宗教啊，而且是低级的宗教啊，低级的宗教是多神教啊，泛神教啊，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的，只有一个真神的。那佛教的神太多太多了啊，几千几万呢，所以这个变成不但是宗教，而且是变成低级的宗教了。其实这个意思全被人错会了。佛法里面的确，佛的名号啊很多。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说的万佛明经。这个大藏经有一部经呢，叫《万佛明经》。世尊为我们讲出啊，差不多有12000多个佛的名号，而菩萨的名号就更多更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佛，这么多的菩萨？诸位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我们自己人性里面的智慧呀，无量无边；德能才艺无量无边，一个名号没有办法代表。你像现在社会上，在社会有地位的，有才干的人，他的名片一拉出来，头衔有十几条、二十条，那一条就好了嘛，他为什么要搞那么多条呢？释迦牟尼佛那个名号一拉出来，几万条啊，表现他这个德能呢，无量无边，是这个意思。所有诸佛的名号，
是代表我们本性本来具足的德能啊。所以所有一切佛的名号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呐，不是别人呐，这个要知道啊。那么所有菩萨的名号呢，是代表我们修德啊，我们自己的本能是无量无边，但是如果要不好好的修啊，我们那个能力一条也透不出来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修。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佛的名号代表信德，全是自己一个人，除自己一个人之外绝对没有第二个。你要明白这个意思，你才晓得佛法教学方式要用现代的话说，那是进入到高度的艺术化啊。他不但用名号，你看他用雕塑啊，用形象啊，雕的这些塑像，以这个来表法啊，就是你一定要了解它真正的含义，你才得到佛法教学真实的利益了啊，才真正明了了。这是我们首先呢啊要知道的。那么佛法传到后来后代啊，佛陀不在世，佛的学生把老师的教导代代相传下来。那么在佛门里面，我们又听到有称呼，有称和尚，有称舍利，好像二舍利。那么在我们中国人习惯称法师，这些称号呢，宗教里头也没有。和尚、二舍利都是印度的梵语。和尚的意思叫清教师，那么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亲自教导我们的这个老师，我们就称他和尚啊。在一个学校里面啊，教亲自教导学生的是校长啊，教育的政策是他定的，课程是他指导的，那些教员呢是执行他的命令的，是帮助他教的。所以教学成功失败，校长负责任，教员不负责任啊。所以那个校长就是和尚啊，清教师啊。和尚这个称呼非常尊贵，非常亲密。那么在现在大学里面，除了校长之外，有指导教授啊，指导教授可以说他也是清教师啊，也可以称他做和尚啊。所以和尚是个普通的名词啊，它不是佛门的一个专有的名词，普通的名词。亲自教导我这个人啊，我们称他和尚。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我们只称校长是和尚，其他所有的老师我们称二舍利啊，现在称教授。但是舍利的意思比教授的意思要圆满，这个老师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我应该向他学习啊。所以阿舍利叫规范师啊，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模范啊，做我的典型
那么这样的我们平常称为老师啊，所以在佛门里面我们从称呼上知道他的的确确他是属于师道，他不是神道啊，宗教是神道啊。再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宗教都是迷信的，而佛法的宗旨破迷开悟啊。佛说了，你为什么生活得这么苦，你为什么有六道轮回，是因为你迷啊，迷失了你的本性，迷失了你的自信啊，所以你的智慧德能都不能现前，你才把事情做错了啊。对于宇宙人生，你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通通错了啊，做错了后面一定有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六道轮回，就是现在过这么苦的日子啊。佛法教学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这个离苦得乐是从古上讲的，它实际上指导我们的呢是破迷开悟。佛说苦从哪里来的，你来的，你对于宇宙，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人生是我们本人，对于本人，对于你自己生活环境完全不了解，这个苦啊，你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你怎么不苦？如果你都明了了，都清楚了，彻底明白了，你就得乐了啊。为什么呢？你的看法想法都正确，完全没错误，你的生活当然快乐啊。所以破迷开悟那是因呐，离苦得乐是果，是我们自己享受的事情啊。老师教给我们怎样破迷，怎样开悟啊。老师对我们毫无所求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做佛的弟子，跟释迦牟尼佛学，佛要求我们对他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无条件呐！这些通通都要搞清楚。真正一个好的老师，对学生无所求啊！看到这个学生觉悟了，那就很开心啊！看到这个学生呢离苦得乐了，很开心啊！正如同啊父母看自己的子女一样，他教育成就了，他在社会上这个事业成就了，看到很欢喜，很开心的，这个意思完全相同。佛的意思，这个智是体，它的作用就是觉悟啊，所以是有体有用啊。它所觉悟的是什么啊？我们通常讲法，用这个字作为代名词，法就是宇宙万有啊。这个卦后里面讲心经四理之总代名词。就是对于心思境界啊，宇宙人生的理论事实真相通通都能够正确的理解，这叫觉悟啊，这是觉悟。那么佛法
为什么不属于哲学呢？啊，这欧阳靖吾说的很有道理啊！啊，佛法不是宗教，想想他的确确实不是宗教。啊，那么他为什么不是哲学呢？哲学里头就有能觉有所觉，啊，有能有所。佛法里头没有能所，这一层很不好懂。那我们讲佛法甚深呢，深在这个地方。佛法里面讲能跟所是一，不是二。金刚经上说，如来者诸法如意，而世尊又在经典里面改解释如的意思，如是业如，万法业如，一才如啊，二就不如了。能觉跟所觉如果是二，那就不是诸法如意了。说二那就是这学，今天我们用哲学的定义可以能包含它，但它不是二，它是一，这个在哲学里头没有啊，叫能所包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也非常难懂啊，啊，很难懂啊，啊，古人不得已用种种比喻啊，譬如我们常听到的是以金作气，气气借金，那么金跟气是一还是二呢？从相上看不一样，从体上看不二啊，不一不异，这个是事实真相，这要很细心的去体会啊，才能够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所有一切大乘经可以说都是说这个道理，都是说这个事实啊，这个事实很难理解啊，真正明白了认识清楚了就叫做佛知佛见啊，你的见解你的思想跟诸佛如来就没有两样了啊。但是我们凡夫是迷，迷在哪里？总是把一切事都分成对立，不知道一切事它是一不是二，佛法这两个字的意义我们明了一个大概之后，佛法所求的是什么啊？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多少人学佛在佛门里面求什么？求发财啊，求升官，求保平安，不求这些，求这些东西佛门里求不到，那就求神去，实实在在告诉你，神也没得办法，也无可奈何。这都叫迷信，这叫胡作妄为呀！这个做错了啊！佛法所求的，你看一切经论里头有一个名词叫摩诃多罗三藐三菩提，
我们也印在这个表上。这就是佛法所求的。那么这个名词是可以把它翻出来的，没翻，还是用梵文音译。那么这种的不翻呢，叫尊重不翻，是可以翻出来。我们对这个名词非常尊重，保持它的梵音，是尊重的。不像那个佛陀，佛陀那个字是含多义不翻，它里面含的意思很多。那么这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菩提翻为觉，三这个音呢翻作正。那么这是佛法教学的目的，佛教给我希望我们成就个什么，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名词也要费一点时间把它讲清楚，这佛法所求的太重要了。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学什么就学这个。首先呢讲正觉，觉是觉悟。这个世间也有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啊，现代的科学家相当聪明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你能说他不觉悟？你能说他不聪明吗？哲学家、宗教家都很聪明啊，都比一般人觉的能力高明啊，但是佛都不承认他是正觉。他虽然是有觉，佛说他不是正觉。我们佛门的招牌叫正字招牌呀，这个正字招牌不能随便给人的。为什么他的觉不正呢？他烦恼没有断，他心不清净。你看，他有是非人我，他还有贪嗔痴慢。他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啊，他那个觉的能力再高不是正觉。所以佛法这个正觉是清净心，清净心里面生智慧觉悟了，那叫正觉。因此正觉这个标准呢，世间法里头没有了，六道众生呢都是邪知邪见的，不是正觉。佛要求我们要正觉，得到正觉，在我们佛门里面也有一个学位，好像现在念书一样的，我们拿到一个学位了，这个学位是最低的。像念大学，大学毕业了拿到学士学位了，我们正觉是第一个初级的学位，它的名字叫阿罗汉。诸位要知道，阿罗汉、菩萨、佛是佛门的学位的名称，这个要懂啊。你得到正觉了，就称你做阿罗汉。阿罗汉见思烦恼没有了，这在小乘呢。不但阿罗汉呢没有人魔是非这个念头了，没有贪嗔痴慢这些念头了。我们在从前总以为要证得阿罗汉果才能把断思见思烦恼断尽，
啊，这个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我了。哪里晓得佛在《金刚经》上所说的小乘出国须陀洹，这跟阿罗汉相去这个很远很远呢、啊。小乘出国须陀洹呢，已经破了四相，《金刚经》上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金刚经》上看到的。难怪佛说出国叫入流啊，他入了圣人之流，他证得了位不退啊，绝对不会退转做凡夫。原来是什么？他再不执着人我是非了，这个念头没有了。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要能够体会到佛陀的教育跟这个世间教育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东西啊？我们跟佛学真实法了，学正觉啊，唯有正觉才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离一切苦得一切乐啊，真正离苦得乐啊。苦乐我们讲的最粗浅的，以我们自己现在本身来讲，你有生老病死苦啊，你有求不得苦啊，你有爱别离苦啊，你有怨憎会苦啊，这些苦都环绕在你的周边呢，你没有办法离开啊。学了佛以后怎么样呢？这些苦真的可以离开。年岁大一点的同学，中年以上的，想想我们人老了，学佛可以不老，学佛可以不生病啊。纵然你身上有很多疾病，你真正学了佛了，不要看医生，不要吃药，你的病自然就好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你把道理搞清楚了啊，你不晓得你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啊，啊，病是怎么起来的，你那个病是怎么样发展的，病到后来结果怎么样，你晓不晓得啊？通通知道了啊，人可以不生病啊。啊，病从哪里来的？妄想来的呀，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你那个妄想不断，神仙都医不好你的病。你要妄想通通没有了，什么病都没有啊。生死那个根本也是妄想，你看《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 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把我们的病根一语道破啊！你们查遍大藏经，哪一尊佛生过病啊？哪一尊佛显得很衰老？没有啊！啊，哪一尊菩萨生过病？都没听说。为什么佛菩萨阿罗汉不生病？为什么佛菩萨阿罗汉不老？不但不老，他也不死。啊，这个不死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别的，他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切随顺自信了，他就得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生态，完全符合自然生态，一点没有造作的意思在里面，顺其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我们要打个妄想，把自然生态给它改变，这一改变就改坏了，就出了毛病了。毛病是从这样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病呢，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是病根呐。学佛呢，学佛就是要依照佛的教诲，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恢复我清净心的。清净心起作用，就是真实智慧，就是正觉。心不清净，有聪明智慧，佛菩萨不承认它是正觉。一定要心清净了，那个智慧才叫做正觉，它才管用处。得到正觉，这佛在经上说了，你就有能力超越生死轮回。生死轮回都超越了，那还有什么病吗？哪来的疾病吗？没有了。生死都能解决，我们生活上这点小问题，那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你这一生当中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自在、美满、快乐。我们学佛是得这个东西啊。这是接受佛陀的教训。可是你要是宗教的心态去学佛，说老实话，这些你完全得不到。什么原因呢？迷。宗教讲求感情啊，情操啊。情是迷，不是理智啊。那个宗教是越迷越好啊，为什么？你才是虔诚的宗教徒啊，你跑不掉啊，那个把你拉得抓得紧紧的，你不会跑掉啊，你天天要去拜他，他接受你的恭敬呢，接受你的供养啊，但是佛法不是如此，佛法是四道。四道是知闻来学，未闻往教。你是来求学的，没有老师跑到你家里来教你的。这什么道理呢？老师到你家里去教你，你对老师不恭敬、不尊重的。再好的老师，你跟他也学不到东西。所以老师并不是一定要你对他怎么恭敬，如果存这个心呢，那个老师不是好老师。但是这里面有个道理，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比如说十个学生跟这个老师学，为什么有的学生得得多，有的学生没学到东西？你再仔细去一观察，学到东西的对老师恭敬。为什么对老师恭敬就学到东西呢？对老师恭敬是听话了，老师怎么教他就怎么做啊，他当然学会了。对老师不恭敬的不听话了，不听话了那没有办法了，那他当然学不到东西。所以是
百分之百的听话了，就是百分之百的恭敬。可能这个里头真有道理。世出世间教学都不外乎这一个原则。我们在佛教传记里面看到许多的祖师大德们，他们在年轻求学的时候参访一个善知识，我们今天讲啊，有道德有学问的高人传记里都记载着这个善知识告诉他，你在我这里学不到东西，你到某某人那里去，你去跟他学，你就会成就。这个学生呢，没错，果然听他的指点，到那个人的麾下了，三年五载啊，他开悟了，正果了。这又是什么道理？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啊。中国的文章啊，讲求简洁，不啰嗦啊。谈话谈几个重点，记载的时候只有一两句啊，记得很简单呐。这位善知识见这个人，就像我们现在见个人一样嘛，一定问你啊，你贵姓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哪里人啊？你学了些什么东西啊？这一定是会问的吧？这一问就明了了。你喜欢学哪一样东西？而且呢，在现代这些大德当中，你最佩服的是哪一个人？他指点你去，指点你最佩服的这个人，你去跟他学。你会听他的话吗？我为什么不能教你呢？你不佩服我吗？我教你，你不相信吗？你不能接受吗？原理在此地，并不是他有神通啊。直到那个地方，果然他到那里就成就了。其实谈话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这一生遇不到一个好老师啊。这个话呢，也不无道理呀。好老师可遇不可求啊，很不容易遇到啊。遇到之后啊，你肯不肯跟他学呢？不肯跟他学呢，还是枉然了。所以一定是自己心目当中最尊敬的这个人才能发生作用。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道理，在我瞧不起人那个口里都说出来呀，根本不能相信啊，不能接受啊，而且还要骂他。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那个人说出来，那如奉圣旨，就马上一教奉行的，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你要问我们自己将来能不能有成就，很简单，你要自己回家好好想一想，哪一个善知识你最佩服的，死心塌地跟他说，这样才没错啊，你才能成功啊。如果是你喜欢的善知识太多了，那你那个恭敬心不是真的，是假的，你的心呢是很乱，变化无常啊。不但佛法
你没法子学修学，世间法你也学不好。无论是法佛法，要想学好啊，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一门深入。尤其是佛法，要真正能够学好呢，一个老师啊，一个老师，你一生走的是一条路啊，这一条路好走啊。两个老师是两条路啊，岔路啊，你怎么走啊？三个老师是三岔路口啊，四个老师是十字街头啊，你完了啊。今天年轻人好学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能成就？都在十字街头无所适从，毛病发生在这个地方。即使学佛，不但亲近一个老师，还要专修一个法门，你才能有成就。什么成就呢？得清净心。诸位要知道，成就是你得清净心呐。得清净心的现象，烦恼轻，智慧增长，那就有受用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问题，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除了智慧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佛法讲智，讲觉，就求的这个东西啊，要正觉。我们讲到最贴身的，解决我现在本身的问题，解决我现前生活的问题。我要让我的生活过得自在，过得美满，过得幸福，再扩大，解决我家庭的事情，解决我工作的事情，解决整个社会问题事情，要智慧啊，真实的智慧啊。所以智慧里头掺杂着烦恼，不能解决问题。今天这个世间聪明人很多，特别是政治家了，个个都认为自己很聪明的，把这个社会越搞越乱，老百姓越来越辛苦。什么原因呢？智慧里头掺杂着有烦恼，妄想分别执着，他这个东西没有断了。所以起心动念，他第一个考虑我的利益，你看我执在啊。佛告诉我们，真正智慧第一个要把我破掉啊。这才是真正智慧啊。没有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功夫，读大乘经也是枉然。大乘经虽然念的很多，意思全错解了。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些人是错解如来真实义。是有什么法子呢？他为什么解错呢？他有私心啊，起心动念呢，他要讲求我自己的利益，这就坏了反而得不到利益如果能把这个私心离开呀，那你会得真实的利益。那么由此可知，它正觉了，它是有标准的。再往上提升一个学位呀，叫正等正觉。
相当于硕士学位了。等等于佛啊，当然他还没成佛啊，等于佛而已，这比阿罗汉高了啊，比正觉高了啊。正觉里面无我，诸位必须要知道，唯有无我才能有能力啊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利害，你才有这个能力。如果这个五戒没破啊，你决定没有这个能力。一般人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以为自己修了很多功德，我看不然，很多在那里很努力修功德做好事的人，将来都要堕三途啊。什么原因呢？他那个好事是似是而非，不是好事不但将来不好，眼前都不好啊！看到好像是一段好事，其实做错了。譬如我们佛教的道场做慈善事业，你说好不好？社会奖励啊，国家还送个大匾给你挂起来啊！啊，你们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呢。这是不是好事呢？看到是好事，实际上呢是错事。错在哪里呢？佛教道场办的是什么事情啊？是佛陀教育啊，这是你本分事情啊。就好像你们办一个学校啊，开了个学校啊，学校办什么事？老师跟学生天天要上课啊，这是正事啊。现在老师也不教书，学生也不上课，天天去搞慈善事业，这是好事吗？错了啊，这样做法那个校长会被撤职查办的，学生会被开除啊，一定要明辨，明辨真妄正邪，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再说我们这一个道场，所以我劝我们的同学们，道场之可贵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宗旨啊，有一个目标啊。我们这个道场净宗道场，中国十个大宗派，我们这是净土宗道场，这个里面只弘扬净土宗的东西。大家来这个，我有一个门一个路走啊。如果我这个道场里面还有法相宗的东西啊，还有法华宗的东西，还有其他宗派东西，人家到这里来说，我到底需要哪一门好呢？啊，表面上看起来，哎，这个道场不得了，法师心量都很大了，你看，哦，他都是一切包容啊，其实错了。你令大众到你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无所适从，这是罪过啊。念佛修净土的到我这里来啊，喜欢去参禅的，听说佛光山那里办禅禅坐，到他那里去，这就对啊。喜欢做慈善事业的，这个地方有慈济功德会，到他那里去，
每一个道场它有它的宗旨，有它的方向，有它的目标，不能混合在一起，搞乱了。不可以说我用这个方式来拉信徒啊，我这里样样都有，你们到我这儿多好，样样都学得到，结果是样样都学不出来，这怎么能对得起人呢？这个你要没有深远的眼光，没有真实的智慧，你看不出来啊。绝对不是心量下小啊，是戒淫粗饥啊，要指导他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我们流通经书卡带都如此啊。如果与净宗相违背的摆到我这个地方，人家看到说以为我们肯定他啊，以为我们在那里推荐他，如果他走错了路子，我要不要负责任？这个因果责任就背大了。你自己走错路啊，那活该呀、你把别人的路子带错了，你背的因果责任就重了。这是不能不留意的，不能不小心谨慎的。所以我在台北最近的时候，我把基金会的职务辞掉了。我们华藏图书馆是一个道场，是个修学的道场，而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道场，它是一个佛教后援的事业，支援的事业，所以那天印的这个经典，各宗各派的东西我们都印。我们帮助每一个道场，这个宗旨目标不一样啊。我们帮助别人，帮助别的道场啊，不是这一个道场里头搞大杂烩呀，那就错了了。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善事，你仔细一观察一分析，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个道场要得到诸佛护念、龙天拥护，哪有那么容易啊？你真的是正法，真正在修行，真正是利益一切众生，才得诸佛护念，才得龙天保佑。正等正觉，要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时候，他对于宇宙人生的见解，也就是我们讲的看法、想法，跟诸佛如来非常接近，所以称之为正等正觉。那么正等正觉在华严经上讲呢，从圆教初住一直到等觉菩萨，41个位次都叫做正等正觉。破最后一品无明，智觉圆满了，一丝毫欠缺都没有了，再加上个无上两个字，无上好像佛门里面的博士班毕业的。如果你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称你做佛陀；假如你证得正等正觉，就称你做菩萨；你要是证得了正觉，就称你做阿罗汉。所以这三个名词是普通名词，不是专门对某一个人的，好像博士、硕士、学士是普通名词，如果在观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专门对一个人呢？不是的，还是一个普通的名词。释迦牟尼佛太多了，到底你找哪一个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太多了，你找哪一位观音菩萨？
这就好像我们讲的布施，布施有理科的布施，有工科的布施，有医学布施，有哲学布施，每一种类的布施里头人数也多得不得了啊，你找哪一位啊？你要认为观世音菩萨就是某一个人，那错了啊！观世音是菩萨了啊，好比是硕士了啊，它里面科别分的很多啊。你要晓得，观音代表慈悲，大慈大悲呀，叫观世音呐。大慈大悲的菩萨很多啊，你找哪一个？现在大家在佛门里头把佛菩萨搞乱了，都以为是一个人啊，不晓得这个里头无量无边的人啊。你们，我听说大家念无量寿经，念得很熟，很多人都在念，念无量寿经应该会觉悟啊。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第一句就是告诉我，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都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无量无边的，没法子计算的。你要找普贤菩萨，你找哪一位普贤菩萨？啊，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加上名号就等于说是这个学位啊，加上他的学科科系，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到以下的时候还要跟诸位细说，不能不搞清楚，不搞清楚我们学佛人家说我们迷信，这个话说的没错，真的是迷信呀！信佛了，皈依了，也受戒了。佛是什么不晓得？菩萨是什么也没搞清楚，这样糊里糊涂就学了，这不是迷信，那是什么呢？啊，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佛教是什么。啊，知道佛教里头学的是什么？那么佛法所求的，我们明白了。求智慧，诸位要记住啊。求智慧呀！禅宗里面讲求明心见性，这个净土里面讲啊，求一心不乱啊。净土宗很特别，不断求一心不乱，而且求生净土，它的确它是双求啊，不像其他的宗派，其他宗派是。单一的专求啊，净土是双求，求一心不乱，还要求往生净土这个目标，在我们一生当中决定得到啊。诸位如果把无量寿经念熟了，念懂了，你就丝毫不怀疑啊。那个经本一开端，把我们修学的目标就显示出来了。大乘无量寿庄严
这是我们所求的，是修净土人所求的。你看看经题上的无量寿啊，我们求的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健康长寿啊。庄严就是自在美满啊，那才是庄严啊。用什么方法求？有求的方法，经题后半段所讲的清净平等觉，那是方法了。由此可知，我们学佛求的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这三个是一二三，三二一，一个得到了，三个同时都得到。整个的佛法都不外乎这一个原理原则。禅宗这三个里面单单求觉。所以像这一个讲堂三个门进来啊，他从觉门进来。禅宗从觉门，他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入门了。禅宗以外，这叫教下。教下里面呢，是从解门里面来入的，大开圆解，也就是正门、正知、正见。从这个里面进来的，我们净土宗呢是从清净心从清净心，心清净了，当然平等，当然觉悟，觉悟了，那个心当然清净，当然平等，可见的，所谓是法门无量。殊途同归呀！方法门径不一样，到最后的归属完全相同。都是明心见性。不过禅宗里面呢说这个名词，其他宗派不这个说法。我们净土宗教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家的明心见性。教下里面讲的大开圆解，诸位要晓得，密宗里面讲的三密相应，名词不一样，一桩事情，同一个境界。因此，任何一个法门，我们不能批评，不能说它不好，说它不好就谤佛啊，谤法了，那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那个路子都能成就吗？你怎么能说它不好呢？只有在许许多多方法里面，我们自己应当如何来选择？选择的条件，第一要适合我们的程度。如果他要求的程度太高了，我们没有办法修学。那就学起来很困难，不容易成功，要适合自己程度，要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学起来才方便，要适合现代的这个时代背景，因为我们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群。所以必须衡量这些条件，我适不适合学这个法门。那么在一般而说，
像前面呢所讲的，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要破我见呐，破我执啊，才能得力。否则的话，就是常讲功夫用不上力啊。我想这是许许多多同修学佛多年呢，都有这个体验，功夫用不上力啊。学了多少年还是这个样子，甚至越学越苦。不学佛的时候还好，这学佛是越学越苦，这都是不得法了。这个法门呢，自己不适合啊。就正如啊，你到学校念书的时候选择科系一样啊，你的根基、你的程度不适合这个科系。你选错了科系，你学习困难，而且很难成就。选对了呢，那就容易了，成就也就快速。我们选择法门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假如不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基，也可以试验试验。禅教密律统统试验试验，觉得很困难啊。我自己修学就是这个例子啊。许多大乘经读了之后，想想自己不行，妄想分别执着去不掉啊，我也非常想去啊，就是去不掉啊。最后才想的是这个念佛可以待业往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去不掉也行，那这个法门很适合我啊。我是这么选择的啊，别的我想想都不行啊，那些经我都会讲啊，我讲的都比别人好听啊，我做不到啊啊。所以禅教密你我都曾经涉猎过，想想没有法子，回过头来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专讲净土的经典。这是我这几十年当中的体验呢。可是最近呢，又讲一些别的经典，这什么原因呢？这是逼着没有法子，无可奈何。因为这些大乘经没人讲啊，现在讲经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象啊。所以抽出一点时间讲这个经啊，做成录音带啊，留供对这些典籍有兴趣的人，帮助他们，给他们做参考。原因在此地，如果有人讲，我绝对不会讲啊，这是被逼着没法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结束。